说要找个比我强的，当时我心闹笑呢。这我一听这不是了，这闹笑现在开始抠眼珠子了，这是。这不是约好了吗？跟宾馆见面集合。我赶紧去，我看着跟我怎么解释这事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啊，过去受过苦，现在真享福。这硬邦邦的身子骨，我今年55。谁说75？烦人的，不会说话。老梁大哥，你看妹子今儿打扮的带劲不？你要是没结婚的话，有没有想我娶我为妻的？我都后悔了，我结婚早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老梁大哥，你咋寻思都晚了。今儿吧，四姐给我介绍一个比你好的，马上到位。你要真有那心，你排队。哎呀妈呀，要到点上，我得准备准备。哎，这是宾县的旅馆吗？是啊，你住店呢？不住，看看。看吧，咱这大中小房间啥都有，条件可好了。条件挺好的啊。你开一点不？不开。不开你来干啥呢？不开我来干啥？我来有事儿呗，我来干啥呀？有啥事儿啊？这涉及到我下半生幸福的事情。找媳妇儿。找媳妇儿？哎妈呀，这是不是四姐给我介绍人来了？没到点呢。我先问大哥啊，是不是四姐？她总来是吧？啊，总来。咱姐俩处可好了。那就对了，她说也不是头一次了。大哥，坐着呗。啊，你坐。吃点水果啥的不？坐着啊。啊。是。你有冰块没？紧张啊。大哥，这么冷的天吃凉的不好吧？不是，我心热呀。四姐来了吗？没来呢。我看着了，你这是紧张了是不？这事你没摊上，你摊上你都得嘚瑟。按理说呢，你也是过来的人，不用那么紧张，你就放松就行了。你妈也别说，我的心扑腾扑腾。大哥，你是做啥工作的？我呀，卖花的。卖花？嗯。那买卖挺挣钱吧？挣钱啥用啊？媳妇跑了。媳妇跑了？跟一个比我有能力跑了。大哥，跑就跑吧。这样的女人你说有啥可留恋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叫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啥新的？像我这样能整个二手的就不错了。不，大哥，你这话你就不爱听了。你不了解情况你别乱说。我虽然50多岁，但是我可是嘎嘎新。我这些年嘛，就是一心都扑在这宾馆上了，所以个人的事儿吧，这都耽误了。反正我这一堆一块都搁这摆着呢，这宾馆是我个人的。就按理说，就我这条件，咱说在里找个小伙儿那是轻飘飘。那呢，就前两天吧，他们给我介绍好几个，因为他们都可愿意了，完了我没同意。我寻思吧，还找个八大班的，然后呢，好好过日子，踏实。就你说那个，哎，有人吗？啊，有人有人。住店呢？我问一下，这是宾县旅馆不？是是是，住店。不住。不住你了，干啥来了？有点事儿。有事说吧，你快说，你那边有人等我呢。我这件事儿，我是关系到我下辈子幸福的事。幸福的事儿？找个媳妇儿。找媳妇儿？嗯。谁让你来的？
四姐。四姐？嗯。哎呀妈呀！你说我这么多年的无人问津，今天四姐一下就给我垫了俩。哎呀妈呀！四姐对我真好。那个魏老，我问一下，谁是这儿老板娘呢？我啊。是啊。嗯。哎呀，四姐来没呢？啊，四姐马上就到。哎呀，对了，你先坐会儿，我给你盛点水去啊。哎，坐。这玩意儿长了，这挺好的。四姐，你放心，这次你就看我的表现，老朱一定不掉链。那个打电话建议见面的老爷们是你啊？啊，怎么样？这事儿是不是挺时尚的？是挺招人喜欢的，是吧？你说你时尚时髦啊？嗯，你呀、啊，差不少呢。现在当今最时髦的是什么呢？男显高，女显瘦，狗穿衣服，人露肉。大哥，你这闹笑呢？闹啥？你得差不少，回去吧。啊。啊，这玩意儿别扯这蛋！我告诉你，跟我抢女人，吃亏的永远是你！我告诉你，啥玩意儿？你说啥呀？你跑这来？不，你说啥呢？啥意思啊？我给我整懵了！别跟我抢女人，听见没？啊！大哥，你这么说话不对呀、啊，是吧？我得说你两句，啊，一家有女儿百家求，是不是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。你可以竞争，但是你怎么就怎么谁规定就是你的女人呢？以前四姐给我机会，我没把握住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能辜负四姐对我的一片真情，是吧？一片情谊，我得好好表现。站出来，再也不能对爱情就对自己不负责任，是吧？你也不用吓我，竞争呗。嗯。那你要这么说话，那我就得揍你了。来呗，是吧？爱情不是讲究决斗的吗？来，动手来，揍我来，跟我抢女人是吧？来呀，我告诉你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俩可不能这动手啊！你这啥事儿啊？你当面瞅他那人家就自己就在死样儿揍我。别这样，你们干啥来了？你这干啥呢？动物世界呀、啊？谁赢了，这家我就得跟谁。拿你当啥呢？你这错了。要动手，动手我不怕你。你既然来了，就公平竞争，你比一比啥综合素质啥的，你怎么？我提什么综合素质啊？大妹子，我跟你说。当时我没来之前吧，我信我对手多么的强大，我一看一来到一看是个这么玩意儿，当时我自信心马上就爆棚，现在哎呀，你还爆棚，你别爆炸了把你崩着。老妹子，我跟你说，我老朱前半生这就太对爱情这方面多亏了四姐，是吧？我必须得站出来将爱情进行到底。三分靠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哎别啊啊家哎呀，死了都要爱，孤零零君子不痛快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看见你心就慌张。多么痛的礼物，你是我的全部。老坛子他。跟着一起来，妹妹对面唱的一天，哎呀哟，甜甜的歌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。干啥呢？亲哥啥意思啊？哎呀，这才艺展示有啥用啊？那有这功夫，你们说一说自己有啥优势啥的？这唱咋样？妹子，我的优势就是跟了我让女人有安全感。比如说你在大街上让小偷把链子薅去了，
别人都撵，我一个筋斗云我就上。你是猴子呀？你不让你看看实力，你这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你碰到这种情况，你咋办？这种情况，像这种情况，我根本碰不上都。那万一碰上咋办呢？因为啥？我不让我的女人带链子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女人要是就带链子，你怎么办呢？他要是带链子了，让小偷给捋走了，我直接拨打110。哎，你看看妹子，无能的表现。那谁不能打呀？中国是讲法治的，知道吗？啥法治？你现在没能耐就完事儿了。你要没有这两项，别竞争。你有什么能耐？你有什么能耐？别你别这样，你是有点能耐，但他那个做法也不是不对的，你知道不？你这么的，消停了，你咱坐下来唠行不？方才吧，这轮吧，基本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但是我总觉得吧，你们对女人还是不是很了解。其实女人最在意男人是啥？人品。人品，他能跟我，他有能配吗？他跟我能比了吗？你上我屯子去打听打听。我是出了名的刘大善人，外号刘大善。可以这么说，就我们屯儿那流浪猫全是我给养的。我们屯子的流浪狗一到饭点就上我家门口蹲着等着。那你是让狗盯上了呢？那你肯定是拿人东西了，要人家能那么盯你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就我家我养的流浪猫，一天我七个碟八个碗那么伺候，它想吃啥我给做啥。那我跟他比不了，妹子，我们的狗愿意吃啥，我直接扔钱上超市自己买。大妹子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我养的流浪猫，后边跟狗都结婚了，现在是有。哎，是不发瞎？是不发瞎？你吹没边儿了，你还行？对，没跟你结婚呢？你俩这。你俩这说的这越说越悬，这爱心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谁知道啊？得了，你这么的吧，我给你俩出一道题，就是你妈和你媳妇儿同时掉水里了，先救谁？回答完这个问题，我就知道你们人品咋样。那还用问呢？我妈和我媳妇要掉水里，我必须我跳下去，我把我妈救回来，因为我妈养我一回不容易，完了我再跳河，跟我媳妇同归于尽。挺感动人，挺感动人。那你呢？我谁都不救，我直接跳河里一网打尽。那你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，你应该救她呀。那不对呀，我是既舍不得亲人，也舍不得爱人。我跳进去，我们仨到那边还是一家人，这都。你这么说你也挺孝顺，就把我妈救活了。我跟我媳妇儿到那边，你说生完孩子没人看呢。哎呀妈呀，都啥时候你还想着谁给你看孩子，你真有意思。这是想没有用的事。现在吧，到这程度基本结果我也有数了。这么的，最后你们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，然后谈一谈对爱情理解和期望，行不？哎呀，大妹子，我对爱情的理解和期望倒是没啥，但是我这前半生啊竟跟猪在一块过了啊。我养猪的，啊，我就看着那猪一窝一窝的往出生，我多希望我身边能有个女的，你理解那种心情不？太孤独了。我单身这么多年，我太理解了。说的就是。是。我对。爸。小猪。四姐。咋样啊？四姐，你这才来，你上哪去了？咋样啊？你这整啥事儿？这是整的。咋的了？要不要多个人啊？你还。你看看去。呀妈呀！我跟着你拐哪去了妞？你干啥来了？我干啥了？我过来，我提前我帮你把把关。有你啥事儿？你把啥关呢？你说你老闹笑，你真想找人啊你啊？啊？怎么的了？你说我怎么说你好呢？你说你这人呢？你说吧。我想送你几句话。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因为有缘才才相聚，相扶到老不容易。半路不要扯别的，要找你找一个好样的。我没成想你跟一个养猪的，我说你个熊样，你吃醋了？四姐，谁的事？
们家你姐夫尿糟的，那不吃醋了吗？哎呀妈呀，姐夫啊！啊！哎呀，你这扯不扯？我寻思你一下给我接上俩呢！哎呀妈呀，误会了！你想的可美，我老头我还能给你接上啊？你是我老头，你知道不？啊，这猪是给他整的。这猪给他整的。哎，老猪给他介绍的。啊，走吧，咱俩回家，没有咱俩事儿了。那我得说，大妹子，这老猪还行啊，这人呢？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但是老朱，你放开啊！哎，咱回家吧，没有咱事儿。你上哪去？